家好，我是洛洛，欢迎收看我的联机生存第52集。床已经做好了，今天接着装饰其他的部分。先做两个台灯放在床头柜上。亮了很多。靠窗户这里再放上桌椅，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了。最里面放三排书柜，地方虽小但也够用了。这时候司马和鹰鸭好像在寻找大量的材料，而且还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也没问是干什么用的，反正等他们做完了我去看看就会明白啦。而黑马已经决定盖自己的别墅了，我帮他把地址选在了司马的旁边。这房子还是有点黑呢，那就再装几个吊灯。三个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再把这地下铺上地毡。这里等一下还得重新铺。光白色看着有点单调，中间改用粉色吧。把这桌椅和书柜都拆了，下面的岩石砖都改用羊毛。床这里两边再多放几个屏风。好了，卧室和书房就是这样了。对了，窗户边我还放了两个沙发。那现在就去后院放一些玻璃灯。这里我进出的最多了，但是太黑，经常刷怪。每隔四格放一个玻璃灯刚刚好。这个亮度应该也够了吧。然后呢，我决定把这平台绿化一下，我用种子催了一些动物肥料。在这前面种几棵桃花树吧。你看真好看。隔那么十来格再种一棵。就这样我一共种了四棵。这第三棵还有一个蜂窝呢。黑马，你拿着弓箭想干啥？你可别给我射下去了哈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好不容易才种出来的。再把每棵树上挂两个灯笼，既好看又能照亮。前面还有一节没有填呢，也用岩石填一下，再种一棵桃花树吧。这个树怎么那么矮呢？砍掉，重新种。我怎么不用金斧头呢？一个技能下去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白种了，还得种一遍。再挂上灯笼。这边再种几根竹子。好了，种完竹子，我只想去太空挖点蒙眼星石块种花呢。黑马让我帮他做两个公主床。好嘞，正好去看看他的别墅，他这速度可真够快的。你不是说自己是个建筑渣的吗？哪里渣了？这么漂亮，你看，宽敞又明亮啊。很有自己的特色呀，你看这还在装修呢。床放哪儿呢？应该就是这儿了。你这卧室好特别呀，看看这天花板还是蒙眼星的材料呢。你的外墙柱子是用硅石做的吧？
果然是一贯的土豪作风啊，加油哦。我要去蒙野星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关注加评论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